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可以很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是觉得它是我最喜欢的一台相机，最喜欢的一台相机。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下来，我真的是可以说，这台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相机。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可以。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可以说，这台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相机。相机，因为它也不能录影，所以它不是摄影机，它是相机。所以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可以说，这台相机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，应该是我最喜欢的相机之一。对，相机。它没有录影功能 对，相机。所以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是超级喜欢这一台相机，它应该是我目前最喜欢的相机。我可能也是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台相机，它可能是。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是超级喜欢这台相机。就不管是去旅游啊，去什么出国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台相机。不管是你去旅游啊，你去看个风景之类的，我都会带着它出门。对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可以说，欸，这台是我超级喜欢的相机。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可以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可以真的说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可以说这台相机真的是我超级喜欢的相机。你不是第一名，那也是第二名的状态，超级棒的相机。那对，它是相机，它完全没有录影功能。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使用，我真的可以说，这台是我超级喜欢的相机，不是第一名喜欢，那也是第二名喜欢的相机。哦，对，它是相机，它没有录影功能。